还在看单字，你要做的事情是而已。如果单字还是卡死在那里，那就白了。怎么了？你现在在想单字？刚卡住了。我想问那个 eat 已经有很多吗？你还在看单词，你要做的事情是前后文而已，我就不要管 pretty 是什么意思，不要管 much 是什么意思，甚至连康天气上面我们下评论，这样会是什么意思呢？聊了，对，聊就好了。下面这一句话 ，We stare out the windows in silence 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安静的看着窗外。如果是中文的话，你们会中间会加什么样的句子呢？就没有话讲。也没有话讲吗？对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有话讲。就是那个一带就是这样。That was pretty much it.